西雷的队友居然没有在啊！好，被堵墙了，不敢露头。还能打吗？完了，被野了呀，库布拉！就一个人啊，但是我发现打了一个，露露，完了呀，这波什么情况？对吧？但其实直观上去也还行，浪费了，就打了这么凶吧。另一侧 TMA 击倒了露露，击倒了19。 这个桥头 RPS 感觉提速了之后，把 TMA 有点搞晕了。对的 ，TMA 就变成了不打也得打，来一颗火。这颗烟雾弹起来之后，要赶紧回到大白楼啊！还要在这里顶吗？一把炮连打两人，一边倒了。RPS 巨危险，只剩一个。但出枪许生，要冷静一下。画面里面其他队伍一直在转移，旁边又过去一个车队，第二支了。这边在海边看风景啊，你们这防区打打杀杀的，往里面去了。那KRG还可以拿山头。这个海边哇，这海边现在这么多支队过去，CTG 是看到了KRG转移过来，好，选择侧面突破，突破龙将军这个点，忍不住了吧？TYE，再狙一个，这回我绝对不打蓝杆，龙四根儿。 再来再 pick， 这种位置是龙将军最喜欢的位置。我太稳了，一滴血也不冲，架死你！你反正你动不了啊，冲了！哇，修腿直接打掉一穿三，龙四根，另一侧喷了两个 FTY， 啊，各有破局的机会，小心要出事的。一打一，还有道具，闪来了，闪到了，出事了。这波要龙四哥还没到，一打三全能补，反一穿三，谁打赢谁就一穿四。看谁是战神，龙将军直架，是的，卡枪口这个位置，卡枪口爆闪。对的 ，ZDY 很难出枪，但是ZDY趁着一个timing出来了，喷了一枪没喷中，被闪了，龙将军穿四。 距离控制的刚刚好，还是龙四根儿，是 ZZY 差点吹一年，四根儿，恭喜 HQ 又来做事了，哇，又打一个，状态来了，现在肾上腺素拉满了，龙四根还换了喷子，只有一发，什么不给我龙四根秀的机会是不是？一发，一发，甩喷，一发一个，缓枪，要射，没有时间了这个时候。 哇，他最后还是打了一个，已经帅了，他打了三个，对的，打了三个了，龙四根一打七，这个就是喷子，喷子子弹去哪儿了？喷子，妈，是，CTG CTG 来了之后，不过 HQ 的人全部在房子里，能救，妹妹这两枪定位很准啊，菠菜直接被打下来给补了，要攻防了，包在谷仓里面打，对，外围开始道具清点进攻，投注应该很清空的。 现在只能在一楼大厅里面了，迂回一下。这个位置可以，我要 CTG 先倒了一个泡泡，大白楼倒了，这个点有点远的，想要绕回去救人了。对手感觉到了 HQ 想要抓机会，我喷倒了，又被喷倒了，骚骚。CTG 反被限制了，泡泡第一时间救不了，想把王骚骚扶起来，再迂回，但 HQ 不想给机会，近似直接干拉。林强这个房顶像个战神，站住。 HQ 还是出不来，哇！林强就是大窗口，一二楼窗口加门口，又打倒一个林强，关键，是的，谁说指挥没有枪？哇，多少次关键的那个林强，好多次这个关键操作，对的，每个位置都是最尖儿、最顶。哎，但是林强倒了，墙子倒了，没有人能架着几个窗，应该不会倒不了。来，马先锋来了，发起冲击。 哇，打一个一滴，真一滴，这个爆点绝对没错，一滴，真的是一滴啊！要来，翔鹿一看这个圈型，这个点位，我必来贴你的反波。王骚骚回去把泡泡给拉起来，还把如勒打了。那现在就是 HQ， 他又回到这个谷仓里，翔鹿来了，四个人，撤 CTG 全回大白房。 但下一波木子李的过点，窗口会支架吗？没有。
哦，王曹操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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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倒，再不能再倒了，再倒就要去世了。嗯，哎，觉得都炸大残了。那个位置是个小小房间呀、啊，除非你滑出去了，是、啊、还有弹射的机会，但都扔在小房间里面确实没什么效果，这小浪费啊。对的，看一下 GSS 那边攻防的效果，杨仔一颗雷把二六给炸倒了。但侧面的房子被八五七给突破了。是的，我们这个房区，这个房区太热闹了，看了两个圈了已经。对的，这个房子还要继续。是，另一侧 DSS 已经结束了。嗯满编获胜。是。菜市场从北部啊变成一个小边缘位。对，就主要是别那么极端切北就行。对的。菜市场那边又来两支队伍开始撞 DSS 啊。DSS、啊、很舒服、啊、DSS 现在是观战房、观众位了。 SMS 和 XCG 打起来了。哦，玄子直接跳出来，但自己血量倍儿低，你有支援过来，一毛 pick 的一颗雷把玄子炸倒，直接压打药没机会，烤鱼一个人在车后没把人打掉，雷来了，顺爆效果如何？炸残两个、对手也有道具啊，位置烤鱼有点动不了啊，他现在往后拉的话的可能还有 DSS 抢险，没位置能去的烤鱼全是在撞房，车炸了，悟空把艾奇直接撞没了，艾奇想去补这个，刚才是 XCG 应该是从这个大仓拉出来，哦还在，哦打赢了，艾奇还在，对的，他第一时间补了两个人，是这位置就是悟空和艾奇同时看着这个点，这队伍走了之后脸上一打一，露露一个低抛的火，直接烧到了，烧到 了要被 K 了，哇，今年顶了一个112，112一个人在这个反坡玩，反正东边没压力，是来了 CG，SE 主动进攻，对的，这个小房子吃道具就直接来，哇，不犹豫，炸烂了，炸烂了！哎，地上趴了一个，喷两枪，只喷中一枪。我打两个吧，小鹏。他来个火，这个火是就有点烧队友感觉，完了把队友补了，没扔到房后，扔到门那块儿，正好烧到一点点。是，现在还有雷，今天打状态，一直在压制。SG 过来只过来三个人。哇，这个位置真的什么都听不到，耳朵一直都是嗡。哦，打不到，打不到啊，还是打到了，一直在打这个木凳子。对的，阿童木被锁在厕所内了。是的，被架住了呀。DSS 恐成最大赢家。DSS 不来的吗？不来的吗 ？DSS 都打成这样了，不来的吗？头上有 ACG 在架着 ，ACG 观战位。哦，这个听了啊，对对对，这个位置有点不太好看拉。对的。圈形的话也是离 DSS 比较近，就没必要过来了。DSS 可以控个反坡。是的，稳妥。然后打成了一打一。再来一颗，我想要切座位秀操作。可以秀。哎呦，直接跳到人家脸上了。哎、这个背闪太常规了。就阿童木这个下车的位置太尴尬了。下车给您敬。哦，直接攻防，哎，不太行，只剩一兄弟了。是，小龙给面趁着对手在攻防的时候找了一波机会。啊，他车保的比较好嘛，可以随时撤，提前上平台了。哎，无锡低血，啊，顺利的把艾奇清掉之后 ，ACG 还是一个满编的情况。对的，那 ACG 跟 DSS 各救命啊！这个车非常关键，但是只有两个人来到祭点 ，ACG 那 KD 也是被。甜妹带走，哦，还在往里面扎 CTG 啊，哦，他要去那个平，但那个平台有点吃枪线，说实在的，这你就听大炮当当当，人就下来了，是，没了 CTG， 林强也最后是没有给分，KRG 小轩，这真的剩我一个人，我也要拿排名分，对的。拿了三分排名分啊，是。三人小队正面直扑，道具没有了不重要。感觉位置上比 TMA 要好一点啊，但是 TMA 的这两个人比较猛的呀，
112这个位置顶不住了，人太多了，露露过来补枪，掩体并不好，露露炸了一个打一个，艾瑞斯 pick 倒地，风风也是一丝血拉了个枪，感觉这波露露不跑位直架打赢了，是的，但是这波翔露两个人救不了了吧，能救的人，但是这一波没有投入物后续跟上吧， ACG 的过点还是挺危险的，马卡巴卡想要往回跑了，侧面Fogan 在倒车， Fogan 想要直接开车拉上来吗，终究有一个靠远的兄弟没有了，流血流没了，是你看翔露已经出手了， DSS 站不住了呀，这个位置这个反击头甲全红， DSS 现在有点头疼，翔露了是进攻翔露了，我车都直接移，这不太行啊，这翔露的这个枪线拉扯到 DSS 没掩体，然后再加上由于 ACG 的关系， DSS 真一丁点位置都没有，是的，就看能不能移了，被拉扯了，麻了，拉扯没了，这波 DSS 被夹的，真的麻了啊，无锡第一系直接顶过来，风风踩了一块石头，无锡第一系知道吗，刚才有在拉环想要丢雷的，来对倒一个，Fogan 先把24个追倒，纪念无锡 DC 跟马东锡的配合直接把纪念风风打掉，只剩最后一个了，4-1 Candy 能再拿一分吗，好像没什么机会了，侧面马卡巴卡已经去拉枪线了，烟雾弹马上就要散了，位置也是锁定了，想过来直接野，可以送一分，被补了吗，没补到，撞人了，没补到。